天三分之一的任务都过不去，什么身材也没有用，就没有喜欢的小哥哥。我是不是太丑了？我是不是太丑了？为啥呢？那个小哥哥喜欢呢？回家催眠器，这个听着舒服，是吧？我是适合吃百家饭的，我就好这口，百家饭适合我。熬夜了啊！谢谢你们的陪伴呢，谢谢你们没点关注的点点主播关注啊！主播明天播，明天见了，哥哥们，弟弟们，拜拜了，拜拜！真没容易喜欢，不骗你啊，骗你我是小狗。我真下了，低调哥哥，低调哥哥，我真下了，你下吗？不是你来就下，没有，我不下了，我陪你聊天。你看这么久都没见了，是不是低调哥哥？不是，那个什么，刚才我那会儿就那啥了，后来看你进来了，我就没下。我是那人吗？咱俩都认识多久了？你看我在我不播9158都一年了，今天喝多了点，应酬啦，又有应酬啦。喝多了喝蜂蜜水啊，不喝明天早上头疼。喝蜂蜜水啊，特好用，我跟你说。无论是真酒假酒，喝蜂蜜水第二天头都不痛，这招大家记住啊。但是我自己一般喝多的时候我都不喝，喝多了没法没人给整，都硬挺。哎，真的低调哥，你这算起来咱们都认识得有快两年了，真快两年了。现在还在9158吗？9158那边还玩吗？我哪年的？今天败家。你今天败家？但是你现在是不玩？不玩直播了，还是去别的直播平台玩了？你之前能刷那会儿，你玩的也挺狠，只是现在乖了吧？还在99吗？
边号，这也叫地垫是吗？我记得我不玩那会儿，你都已经四十，不是六九，是九九，九九。那边我看号里。哎，好怀念那边的记忆啊。金砖啊，到这边都不中大奖，没人陪我刷，没人陪我玩。几个宝宝啊？小哥哥，你可以刷十个宝宝，或者是一万个小铃铛，都行。你怎么刷都是帮我过任务。混到就是那种想刷奖了都没人陪，就是假如我动了。